OK，欢迎再度来到我们这个麻辣新闻网。那么我是渔夫，我们呢最近呢，各位我们知道这个调查局呢常常呢，那么所谓的有这个中共的外力介入台湾，那么甚至呢有这个所谓调查局调查新党的这个人的这个活动的情况，显示呢我们台湾慢慢好像呈现有一种新的白色恐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这个主题，叫做“赤色风暴，白色恐怖”。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三位的麻辣人物呢，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新党的秘书长赵少康先生。好，一副先生好。是，那么等一下我们请他特地讲到的新党最近呢这么的动作频频，到底是不是在准备选举造势？那么中间的这一位是范立达先生，就是联合晚报。跑了检调单位呢，有差不多六七年的这个经验呢，所以他对这个调查局的创伤会移动作清楚的哈。等一下，我们可以请他来帮我们来说明了调查局到底有这种代志不 ？OK， 那么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作家陈英正先生，他是我们这个台湾呢非常有名的作家，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作家。那么，但是呢，他本身是说的白色恐怖很大的这个迫害，所以我们呢特地请他自己本身来现身说法。不过呢，在我们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呢，照样的我们要看看冯光远，也就是我们的许久金，他呢这个礼拜给我们什么样的麻辣新闻。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播报的许久金，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里见面。在正式这个播报新闻之前呢，我要在这里向我的好朋友大毛他爸爸陈波波道声恭喜啊，因为今天平价算上市，陈波上午一大早排队终于买到两盒平价算在经过大概半年没有吃蒜之后呢，他终于又可以从今天开始有蒜头可以吃了，所以呢我在这里向他恭喜。当然我也要在这里向所有今天抢购到平价算的这些消费者呢道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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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好，那我们看看这星期呢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前一阵子呢，在新党这个立委郁慕明的揭发之下呢，新党终于发现国民党在搞白色恐怖虽然要比许许多多其他的政治异议分子也许晚了30年才知道白色恐怖，可是能够在有生之年尝到白色恐怖的滋味呢，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份子呢，也算是不冤枉。讲到白色恐怖呢，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中国国民呢，中华民国国民呢，大概都尝过在白色恐怖环境里被欺负的滋味至于像新党台面上的一些人物呢同时尝过欺负别人跟被别人欺负的这个滋味呢，老实讲不是很多所以呢他们也算是天之骄子。不过话说回来了调查局到现在还在搞白色恐怖，工作量似乎也是大了一点了，对不对？本报呢因此决定教大家怎么去帮调查局呢分担一点这种调查的这种工作这样子呢调查局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呢去做他们分内的事情现在呢就假设有一个可疑分子调查局呢想要调查他的这个资料，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你可以把可疑分子叫过来，我记得要有礼貌调查局的这些调查人员呢也许心狠手辣，可是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好，我们就请呢我们仔仔来扮演这个可疑分子好，你好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个调查局叔叔伯伯阿姨大家好。好了，我呢在这里代表调查局问你一些问题因为你可疑嘛是那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不好？好，来请他喝杯咖啡。去调查局的人呢调查局都会招待他们喝咖啡的这个要记得。徐先生，咖啡有没有加糖啊？是我问你问题还是你问我问题对不起导播，这咖啡里有没有加糖？有咖啡就不错了，没有糖。没有加糖。你要不糖呢？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糖是吧？减肥。没有。OK， 好。对，好。好，那我问你第一个问题，你是哪个星座的？我。双子座。好，你答得很爽快，很好。至少讲这样子。第二个问题。你对台北市的这个公车系统熟不熟呢？熟。好，那我问你38路经过西元桥还是西洛大桥？
西元桥。答对了啊，很好。再问你啊，你是吃葡萄吐葡萄皮呢，还是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嘛，哎，我刚跟你讲过了，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所以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出来。好好，我说，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看了吧，捣蛋分子，果然是个捣蛋分子。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OK， 刚刚我们这个调查的这资料呢，我们会好好整理一份 FAS 给调查局，所以这两天呢，你得要小心一点呢，要得提心吊胆一下，好不好？好，那请吧。谢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好，上面示范呢，就是如何帮助调查局做一些这种调查这种义务的工作我们希望呢，每一个好国民都能够替调查局分担一些白色恐怖的这个工作。那这样子呢，调查局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前两天呢是双十国庆，今年的国庆日呢，在国民党、民进党、新党以及无党派分子的这个无党派人士呢，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度过完全没有交集。事实上呢，国庆日当天各党派人士所想的事情里面，唯一大同小异的一件事情呢，是什么呢？今年的蒜头怎么会这么贵？这前面好像已经讲过了李登辉总统呢，倒是在国庆日当天呢，大会上面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那就是经营大台湾，复兴新中国。不过呢，海峡对岸的新中国在这个听到李登辉总统的话之后呢，倒并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他们只是淡淡的说：“谢了，我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呢，到现在还没有垮，所以暂时还不必去复兴。”中国共产党呢，对于经营大台湾、复兴新中国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反应。不过对另外一件事情呢，倒是反应的非常激烈。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呢，助理国务卿罗德日前表示，中共虽然前一阵子在中海呢有两次这个飞弹演习，可是呢，中国目前并没有侵犯台湾的意思在听完这个罗德的话之后呢，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任若水则表示中国国人呢仍应该提高警觉，因为我们不排除中共在非理性下做出不合理的事情在听了任若水的话之后呢，就是说非理性下做出不合理的事情，那中共呢立刻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中共发言人他说，什么叫做非理性？什么叫做非理性？你们敢说我们是非理性？我们非理性吗？那你们太大胆了嘛！非理性，你们敢这样子讲吗？我到我告诉我干爹，我真的告诉我干爹，你们知道我干爹是谁吗？我知道我干爹就是郑小平，小平他是我干爹。干爹他不是我们。他非理性了，这装了打过，刚是谁讲的？是谁讲的？给我站出来！你戴总，你给我站出来！什么叫非理性？这站住！反正呢，中共每次非理性了，我就倒霉讲不出话来。好，以上呢就是本周的这个新闻我是徐秀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好，谢谢。那要演这中共的非理性真的好累啊！哎，徐秀晶你什么星座的？不好意思讲，处女座。OK， 我看到这个徐秀晶的这个白色的鼻子，就觉得这是白色恐怖的一种。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延续这个给我抱抱，我们想先请各位呢，先来跟我们说明说一则这个有关白色恐怖的笑话。我们现在首先是请这个曾经受过这个白色恐怖这个迫害的我们的陈应真先生呢，您可不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则这个有关那个时代里面的一个一则这种白色恐怖的笑话呢？白色恐怖其实跟笑话离得非常远即便是可笑也是非常心酸的事情。是，以下的笑话并不是我听来的，是我亲自经历的，是吧？是，这个笑话的主要的意思是说明我们的调查单位在这个人文历史知识方面的那个贫弱它只有一个非常非常自动的那种对于
所谓这个敌人的那种敏感啊。是。一般都说我到调查局只先后到去一次到保安处，第二次到1979年的五月是到那个调查局，第一次是到保安处。是，实际上这以前有一次他不晓得在台湾什么地方发生了传单还是怎么样，他把我叫去问了半天，一天晚上以后叫我写很多笔记，然后放我回来。在那一次嘛，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影响你最深的书跟人是谁？是，那我当然就天南地北写了，是吧？其中啊，外国作家有一个这个左拉，是，那这位先生呢，就看了这个左拉是谁啊？是，哎，然后左拉是个法国作家啊，我知道啊，就他就看了左，他就非常非常紧张，是吧？我那个时候心里非常难过，是吧？因为他随随便便把我叫去问了一天晚上，连左拉都不认识，然后问我这个左拉有没有问题，是吧？那么第二个笑话倒是我在这个牢里面，他是认为左拉是左子嘛，跟左子跟左派有关系的，他可能这个共产党的头，对对对，这个法国共产党的头，是这个非常危险嘛，明摆的左嘛，是吧？是。那你喜欢左了，你不是不想活了，是吧？是。那另外就是另外有一个，我在牢里谈到这个故事以后，有另外一个仁兄也道出他的一个经历，也是一样问他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书，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是 Mark Twain， 对，大得了，一个马就不得了，还加个克，是吧？那也是穷追猛打，说这个马克吐温是谁，是吧？搞得他啼笑皆非，是这听起来可笑。是，我想现在年轻人听起来都非常可笑，说明这个在过去那种绝对的这个反共国家安全主义下面的思想啊，这个言论啊，或者是知识的自由，是在一种怎么样非理由的理啊，非理的情况下的。受到非常窒息的那种禁压，我想，与其说他是个过去其实是很心酸的，现在听起来即使是，就是现在听起来是笑话，其实过去是非常的心酸的故事。我住在这种国家里面，谢谢。我们现在第二个，我们请范立达，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有关解掉单位的笑话？嗯，像是白色恐怖的笑话，那我是。我曾经采访过以前的调查局副局长高明辉先生了，他曾经提过。但他亲自接触过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以前有一个歌星叫汤兰花，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他那时候后来因为就是从事演艺界，然后赚了一点钱，然后他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开了一家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名字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取一个叫东风。是，东风百货。那这个东风不可以啊，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毛泽东时代啊，他东风要压倒西风，那你还取一个东风，那就不得了了。那时候台北市调查处的处长。然后就赶快就叫调查员去查一查，就查了这个百货公司的老板股东的背景跟中共有没有关系。然后查一查，后来是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说这个名字是不能用，然后就施加压力，然后一定要他改名字。是，你知道一个公司取个名字很不容易，然后再改个名字，他重新要做的是形象。是，就他改了名字以后没有多久，那公司就倒了。是，类似林家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据我们所知，在台中有一个太阳堂，他是用这种。向日葵来当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个这个艺术品，是后来也是因为呢是向日葵是中共的国花，对对对，所以硬叫他把它遮掉，对对对，中共的分店是在台代言人。OK， 我们现在等一下呢，我们要请这个新党的赵秘书长来告诉我们一则有关白色恐怖的笑话。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马上回来。OK， 欢迎再度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新的白色恐怖是不是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三位来宾呢，刚刚都讲了一则这个白色恐怖的笑话。现在我们要请新党的赵秘书长跟我们讲一则这个有关白色恐怖的笑话。我想白色恐怖笑话很多，我们讲最新的就是新党发生的这一件啊，调查局的7901专案了。他调查很多新党的外围团体，新党外围团体其实都是自发性的。假设我们有时候都搞不清楚那哪些外围团体。是。那有一个叫新花木兰。
他们以为这是一些女兵啊，其实不是，通通是家庭主妇，只是因为向往花木兰的这个英勇啊，就是叫新花木兰，就调查他，就搞得这家庭主妇人心惶惶啊，是有很多怕丈夫被这个被打压了，孩子受到威胁了，所以纷纷要退会，说他不要参加了，说我们干嘛呢？这个他们调查我们说，我是在调查你每天给你先生煮什么菜啦，到底什么菜单是什么东西啊？那更好笑的是，我刚参加这个节目之前看到这一期的新新闻，他们专访廖正豪调查局局长，廖正豪就讲说，我这个案子不是专对新党的，我你看我叫7901专案了、啊、民国79年就开始了，那奇怪的79年还没有新党，哎，根本还没有什么新花木兰啊，这些组织都没有嘛，说什么叫79年就开始，那个文里面针对的都是几乎都是新党立委组织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笑话中的笑话。是您讲到这个，我特地想到一个博洋呢讲的一个笑话。博洋是他这个以前被关了很久，然后说他是加入共产党，就这个博洋啊被关进去了以后啊，放了出来以后，他有一回他以前我就问他，我说博老，听说你加入过共产党，他说是啊。我说那奇怪，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说我抓到调查局打得受不了就加入。OK， 那么我们呢啊，我们要先来请这个陈英之先帮我们啊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我想很多人大概不了解什么叫白色恐怖，为什么叫白色的恐怖，为什么不叫做啊红色、黑色啊或者什么颜色的，为什么叫白色的恐怖？那白色恐怖吧，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狭义的大概特别指这个法国大革命里面的有一次这个比较这个恐怖的一种集体清算、集体肃清的一些故事。那详细的情形呢，我今天也没有忘了带资料来。其实广义的，我想今天是我们要讨论的。这广义的就是说，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啊，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升高。升高了以后啊，就是说这个反共国家安全体制成为无限上纲一个最高的伦理啊。是。任何宪法，我们有很多。白色恐怖的国家都有很好的宪法，都有很民主的宪法，像中华民国就其中的一个。可是在这个白色恐怖，在韩国跟台湾，再加上内战的结构跟国际冷战的结构，那国家安全体制就无限上纲，无限上纲以后就变成同民族的对立跟这个国际冷战战略利益的这么一个牺牲品，那就牺牲了各种这个学术思想、良心、知识、机会、结社的自由。但是具体的表现为，就说非法的秘密的逮捕啊，非法的秘密的拷讯啊，非法的秘密的刑杀，非法秘密的这个投狱啊。那么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这些人或者是冤枉或者不没有冤枉抓去也就算了，他还扩散到他的朋友、他的亲戚啊，比方说我进去，我的弟弟找工作就很困难，他好不容易找个当老师的警察就来找他啊，像这样，然后他出国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是吧，甚至迁移的机会，出国根本不可能啊，像这样就形成一个大的一种恐怖。那另外一个更大的一种伤害呢，就是因为恐怖，人有一种自保的本能，所以就否认朋友啊，拒绝朋友，甚至说谎言、伪证、陷害朋友来保护自己，啊，变成一个谎言、人性的极大的一种扭曲。可是它为什么称为白色呢？为什么是称为白色？我想这个白色跟现在的那个红色跟白色基本上对，我想从狭义的观点来说是没有什么关联。我广义的话来说，这主要就是反共肃清。比方说在 McCarthy 时代1950年，他虽然没有杀人，可是用舆论啊或者公共意见的方法，是很多名流学者、导演都没有办法生存，像 Chaplin 就那么杰出的人都没有办法在英国。另外在日本吧，他在麦克阿瑟转韩国韩战爆发，有麦克阿瑟转变政策以后，很多激进的或者比较进步的学者或者是这个律师啊，根本就被驱逐。那么像台湾这些比较第三世界国家就开始杀，比方说像韩国、台湾、菲律宾、中南美洲，我想我们都看过 Costa Gavras 的电影 The Missing 啊，像这样的事情就，所以主要是对所谓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的嫌疑者，那么是罪证是嫌疑到什么程度？比方说为匪宣传，怎么界定为匪宣传？是吧 okay, 像这样就无限上纲，就变成一种恐怖。事实上所以第二次的白第二层次上的白色就有一种反共的意思。是好，
那么我们呢，现在听完这个陈寅贞先生对这个白色恐怖的解释以后呢，我们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台湾过去的白色恐怖的时代。民国36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台湾进入了50年代，也同时进入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在这段时间当中，政府因为清查共产党而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肃清的恐怖行动。当时有不少的医生、作家、教师、青年学生，甚至连政府官员、军人、农民、工人，都可能因为思想问题或交友结社而惹上了匪谍罪名，遭到枪决或坐政治牢。这个时代一般被称为50年代的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就是讲，伊反动政权，伊保守的这个政治立场，对比较的个要求哦，激进，还是讲较激进的，迄款的改革的人民所做的一个超过法令的。这个摧毁啊政策，所以从大概1938年底开始，这个一般讲的这个白色恐怖的时间呢，大概是1938年底开始到1945年、1946年左右。用刑求逼供啊，会用刑求来对付异己啊。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很正常的，很就是这就很太多了，这种历史很太多了，只是残忍的程度不一样，啊，方法也不一样。当年情治单位随着政府撤退来台，于是原本在大陆上各角落抓匪谍的单位，全部都集中到台湾一个小岛上来抓匪谍，单位之多令人无法想象。啊，最主要的是警备总部啊，然后调查局，然后宪兵的就是特高组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刑警队啊，就是警察系统的啊。那还有呢，这个每一个军队的部分呢，还有说马明潭监狱，就陆军总部的这种侦防系统啊，就好多种单位啊，它是各个机关联合起来合办的小组啊，这个案子越滚越大的。一个机关还可以上下其手，变大变小，可是各个机关一来的时候呢，只有变成大案子。这么多情治单位竞相邀功抓匪谍的情况下，难免抓了假的，放了真的，制造新的。一直到蒋介石总统派蒋经国出面统合情治单位，各情治单位才逐步迈入一元化的领导，但滥抓匪谍的情况似乎没有改善。蒋老先生，我看呢，比如说是他除了他儿子当过匪谍没有关系以外啊，那别人当过匪谍都应该永远是匪谍。谁授权的？当然是蒋氏父子。他们知不知道这种细节？我认为他们知道。你养一条狗就狗去咬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当时抓的真的匪谍很少，就是冤假错案特别多。在目前统计起来啊，当初被枪毙掉的人大概超过4000多人，然后被抓去关的涉案的、抓去侦讯的这些，或者关了一辈子的这种啊，大概有20000多人。近年来因为解严之后，这些情治单位或改组、或裁撤、或纳入法律监督，神秘色彩逐渐淡去。一般社会大众不必再担心情治人员就在你身旁，但情治人员的心态真的调整了吗？你给特务单位一个新的业务，他怎么跟你立法院报销啊？他要领预算了，他要做事情，要打考绩啊，到时候他就是常常到大陆做生意的这些台商列管。曾经有一次他们就说，他们列管的人超过大概3-4万人，已经透露出来了嘛，那以后就台湾就有3-4万个这些红色名单呢、啊，那会不会产生新的白色恐怖？ OK， 看过旧的白色恐怖，我们现在来讨论新的白色恐怖。那么我们现在请教新党赵秘书长，就是最近新党有很多举发调查局，比如说这个7901，所以7901专案跟这个所谓的甚至这个我们总统吴伯雄先生也说，这个有所谓的外力干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新党因为到了选举的时候准备要这种一个选举的造势，或者是真正的开始台湾进入一个新的白色恐怖时代呢？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国民党很担心三党不过半，是
哦，他知道三党不过半以后啊，他就很难去垄断啊，垄断一切的资源。民进党不可能造成三党不过半，是今天能够造成三党不过半的只有新党，是哦。你说三家电视台，如果三党不过半，新党一定要求修改广电法，而且一定可以通过，因为不过半了嘛。那这时候呢，三台的股份可以释出，三家电视台变成真正人民的电视台。不过 TVBS 比较紧张就是了啊，就不可以这么这样，这个有这么大的空间了。他怕，那是对 TVBS 的白色恐怖。他非常怕，就是他从根把他的各种特权，把他这个真正的做一个大的改革。所以基本上你知道，在垂死的时候，他会奋力要抵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没有用什么，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来讲。新党也不搞金权政治，也不贪污，意识也很认真，他抓不到什么东西嘛，他就给你抹黑你抹这个东西嘛。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从国安局到情报局到调查局，一年预算上百亿啊，你抓几个给我们看看嘛。既然那么严重，对不对？中共外力介入哈，那有没有外力介入？我想一定是有嘛，怎么会没有呢？他一定想介入嘛，但是。就算你问说小偷会不会偷东西，他当然想偷东西嘛。那你问题你怎么让他不偷，或者抓几个小偷给大家看？那你编了这么多预算，你怎么抓不到？光每天制造这个恐怖气氛，然后给人家戴帽子，那你一个抓不到，那不是很奇怪吗？是。从宋新莲，对不对？这个殷忠文、吴伯雄、廖正豪已经讲了很久，讲了好几年了嘛。那好不容易昨天《中国时报》登了二版，说这个去年国台办有一个官员拿着美国护照到台湾来了。是。那么然后这个。中华民国以及美国的情报官员共同监控，最后人也走了，那我就不懂，应该把他抓起来啊。好，我们叫你讲，说你最大的什么？讲了半天，讲了这么一个，然后人走了，是，你说把他抓起来呢？当然现在不能严刑拷打了，但是科学办案嘛，问他到底还有哪些同伙啊，都把他弄出来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怎么把他弄走呢？我就有点怀疑调查局是不是故意哦，窝藏匪谍，这故意跟匪谍有什么关系哦？把好的人，好不容易的人都把他放掉哈、哦。那将来大陆的这个匪谍都拿美国护照进来，你不是都不敢管他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新党怕死了，新党这两集也被抹黑抹得一塌糊涂了。那他以为这次再抹黑我们又，这次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不能再容许他再搞这个新白色恐怖，搞到最后啊。我们人民的感情啊，真的都会四分，整个台湾会四分五裂。是，不要共产党打你，你自己里面就搞成一团了。OK， 我想等一下我们请这个范立达跟我们说明啊，就是说是不是调查局有第一有没有这个窝藏匪谍之嫌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调查局有被利用为当作来打压这个新党的一个工具？我们呢等一下请联合晚报的记者啊范立达来为我们评论。OK， 休息一会。OK， 欢迎再度回到麻辣新闻网现场。那么我们刚刚呢的这个新党的赵秘书长指这个调查局窝藏匪谍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有关这个调查局是不是成为一个在选战中的一个执政党的工具啊？但是这方面呢，您的依您这么多年的这个采访检调单位，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呢？基本上我不能代表调查局发言啊，因为我不是调查局人。对，但是因为就是从事工作方面上的一些关系，我可以了解到一些事情。第一个像说去年的那个案例来讲啊，我想说这可能是牵扯到所谓的法律关系哦。他如果都在台湾，他没有从事任何非法的行为，那特别是像现在刑法一百条内容这已经修改，他没有着手实施暴力行为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对他有任何处置。是，那所以他们就算真的来，然后就这么回去，我们也只能眼睁睁的看他来，眼睁睁的看他回去。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说，他们这样子来是真的是说要介入我们选举呢，还是说要对我们不利呢？这是我觉得应该要探讨的地方啊。那我们最近陆委会不是讲吗？还要请大陆的学者、啊、记者过来看看我们的选举吗？那这算什么呢？这是不是变成更多共匪过来？对，这真的是中共要来介入我们选举了。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了、啊。更严重的是，我看10月10号的联合报的财经版登啊。国民党的党营企业现在要跟中共的国防部啊，这个合作投资合作啊，那么要这个研究一些国防科技。那边飞弹还在打哈、啊，这边怎么国民党党营企业要去资匪哈、啊？跟他们国防部，特别是那打飞弹演习是国防部搞的、啊，怎么去跟国防部这个合作哈、啊？我不懂了，这到底是谁
谁跟他们有关系哈？就研究导弹系统如何改进，我觉得很奇怪，打得比较近是吧？打得比较准是吧？就很奇怪。那第二点是有没有说这个新党的工具的这个？那我觉得说基本上是这样讲啊。那个调查局他们现在虽然表面上他就说他是行政中立，特别是廖正豪廖局长过来之后，他一直强调行政中立，说所谓党派不介入他们的调查局啊。他们本来里面有一个那个国民党的组织，现在已经搬到对面，就是马路对面的一栋大楼里面去了，就没有在调查局基本部里面了。但是啊，我们也知道，很多调查局的调查员他是非按心里是非常支持新党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次这个7901这个函会流出来？我想这个多少有这么一点关系在。但是我想7901这个专案的确不是说是针对新党才开始，它真的是79年1月就开始的一个专案。我现在把这个重点放在。但是可能是这个专案推行到一段时间，目前让调查局觉得比较。跟军中有关系的，这可能是新党的外围团体，所以他这一次，他7901的这一波专案的锁定的范围就是都是新党外围团体，像刚刚赵秘书长您讲到那个新花木兰啊，是他们调查局很多调查员到现在为止还一直以为说所谓的新花木兰是指那些正战女兵的，还一直以为是正战女兵，家庭主妇，这是个大笑话嘛，那些所以变成一个笑话，还有我还要赶快出来安抚那些会员，说你不要紧张，发生任何安全问题我来帮你们扛啊，我来帮你们这个来主持公道，就变成这个样子。是，那我们现在请问这个陈应之先生，就是说我们的以您对这个白色恐怖的了解哈，是不是在解严以后，在50年代以后，现在新的白色恐怖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我看那个所谓白色恐怖，刚刚讲过，它有很多的条件，比方首先就是国际之间还要回到像50年代那样极端的那个东西对立，那这个事情不可能了。是。第二个呢，两岸之间你要说像刚刚各位讲很多嘛，是国防都在合作，这边阿兵哥在捍卫这个社稷，可是一大堆他的爸爸哥哥姐姐是绕着他过到大陆去旅游，是吧？但这个台湾到大陆投资的就有25000多家，是吧？那这个台湾到大陆去的已经快要800万人。大陆的台湾人也还不到10万人，这个都是这种结构下你怎么搞白色恐怖？所以搞白色恐怖实在是非常不智，他已经不知道整个时代都已经改变了。不过呢，我看刚刚听到两位的那个发言，我也感触很深，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回到那个旧时代去呢，我想大家记忆犹新的是每一次大选都要抓匪谍。一定破案，像于登发的案子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每到选举年都要抓匪谍，为什么？这说明就是说，国民党在自由选举里面的越来越居于劣势。那因为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有这样那样的不对，可是呢，他寄出一个共匪的威胁，这个首恶比起国民党的小恶，让你去选择。虽然我治理的不太好，我也有是吧？可是有他再提出一个共产党出来下，有一个匪谍在那里，那你一定要投我的票。你这两个之间呢，你来选择我，换取安定，忍耐我的劣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请问那个范立长，是不是在刚刚最近讲这个有所谓的这个红色的名单，是不是政府单位里面有真正的有所谓这个红色的名单，就是这种所谓的资匪啊什么这一类的红色名单？我想也不应该算是所谓什么资匪啊，他这个名单一定是有的。其实我们两岸互相在对做情报工作嘛，这是很正常现象。我们是去大陆投资或者说跟中共人士有接触过的那些人员，那名单一定都会有记录下来，而且事迹可能都会有登记下来，但这东西有没有经过复查复核，然后是不是事实，然后是不是他们是纯粹是在商言商呢，还是说真的有政治动机？我想这可能就没有说查得这么详细啊。那但是每次调查局和情治单位啊，甚至有些政府官员，每次到选举前就会来，韩正浪来了，哎，中共要过来，然后选举过去以后，哎，就大家一起忘掉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以前常讲每逢佳节被思亲，现在是讲每逢选举被恐吓，是每逢选举被思匪。但是用这种红色名单，是不是等于就是说会可以比如说利用这个红色名单来打击一个政党，会不会有他可能了，比如说他假定说这些商人如果说这个支持国民党就没问题嘛，甚至捐款给国民党没有问题，假如说支持新党这个问题就很大嘛。你像杨天生最好的例子，对不对？当他那个时候完全支持李登辉先生的时候，他任何事情都没问题嘛，高尔夫球场也没问题啊，这个土地都没问题嘛，银行都没问题嘛。一旦这个杨文兴出来选副议长，不得了了，几乎等于是满门抄斩嘛。杨天生有问题，他弟弟有问题，对不对？他的高尔夫球场，这个国有财产局卖了这个几十家土地给违规业者，就是长议不可，杨天生的不可以。是啊，诸如像这样哈。那么白色恐怖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电话。我那天还傻傻的买了一大堆那个来试说那个电什么电流有没有减少啊，查有没有窃听。他们现在后来这个安全局里面告诉，就现在不是这样监听，通通电脑控制。是，
你这个电话电脑输到电信局，这电信局里面，嗯啊，先输到里面，在那个交换机里面，嗯，输进去以后呢，只要你电话打到哪里，电脑自动记录，然后只要电脑这几个号码输进以后，他根本不要人，只要打，他自然就在就把你录音了，然后随时可以播出来听。那你会觉得随时这就是无形的老大哥随时在你身边嘛？第三者，对不对？你跟你太太讲什么话都要想说哎旁边，所以新党现在很多党员啊，他们打完电话最后都要喊李登辉万岁。有没有这刚刚讲的这种现象？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所谓的电脑的这种？他们现在监听设备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秘书长，你讲的这种是不合法的监听，那他们在台面上，他们当然是否认。哦，他当然，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情治单位很多人其实是支持性的，是特别是基层。为什么？他越这个单位越知道谁是真正爱国的，越知道国民党那个政权到底搞些什么，他越清楚嘛。所以他心里，我有好几次参加会议完了以后，后面一个年轻人跟着我。啊，留个平头，我很紧张干什么？啊，急追着我，他跟我讲说，我是某某单位，我不好讲单位了，派来这个监视你们的。不过我刚在你们募款箱里面丢了2000块，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基层是没有办法嘛。但是就是高层这些人，因为为了拍马屁当官，所以他搞这些。OK， 但是像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请教这个陈英直先生，就是有关这个三党啊，因为您跟这个您也去过几次的这个中国大陆，那么所以有关这个三党呢，跟中共的关系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等一下，请您帮我们概述一下。OK，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马上回来。OK， 黄一打个一个记名啊。好，那我们刚刚这个我们要请教陈英俊先生，就是说您呢看这个平均的台湾这个三党跟中共的这个一些关系您了解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吧，我想对刚刚两位提起来的话题啊做一点点的很快的一些补充。是，首先嘛就是关于名单的问题。嗯，名单我最近听了一个我根本就是完全不理会的一种消息，就是飞弹一打嘛，嗯，飞弹一打嘛，就说这个情治单位就有一些名单，嗯，万一有些什么事嘛，不一定要把它做掉吧，反正就是这几个人都要特别注意。其中呢，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是劳动党啊，这些这个下朝这边的朋友就几个。我现在就是说吧，就陈明忠一个是吧，林书扬刚刚那个林书扬一个，另外就是这中华杂志的曾祥多一个，王小波兄一个，是吧，好像还有我一个。问题是这是非常不智，非常没有常识的一种什么时代的，对不对？你我刚刚讲过，我们冷战局势也改变了，内战形势也改变了，是吧？那你除非你现在就说你要自行这个白色恐怖，就立刻斩断跟大陆一切的接触，是这样才有意义啊，要不然很难认同，那是很难认定这些人。那另外就是关于检查的问题，我想这个我家里的人啊，我们都很熟悉，电话常常出事情，然后我的信，那你要看就看嘛，是吧？那你要稍微尊重别人，你要拆开，你要小心拆，是吧？糊回去，你要好好糊，是吧？不该粘浆糊的地方通通粘了，是吧？根本不是我寄信人，不是在这里开封口的。以后你的信就不要再封了那么样子，当然比较方便。是别人寄给我的，OK？ 请你的朋友以后寄信给你都不要封口，破坏。像这种，那其他关于三党的事情，我想这个问题，我想我完全没有地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个人倒觉得问题不是在于说三党跟这大陆的关系是怎么样，我问题是三党目前台湾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各项问题最突出的一点是两岸的关系。嗯，三党恰恰不是因为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太密切或者太畅通或者太正常，是相反，这个是我认为是个危机。比方说这个，你是说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对，就是应该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你说他不是我的祖国，他是我的邻国也可以，这么重要的国家，三个主宰着台湾命运的一个政党，怎么可以对这种是现实上在实际的事务上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权或者一个现实，不，这一点是不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迷失？假使说你跟
共产党太好的话，马上就被扣帽子，就像我们立法院那天这样扣来扣去。问题是朝野三党总要有一个人有看到这个事实，是恰恰不是要躲躲闪闪，恰恰是要光明正大的，有政策、有方向、有立场的去展开这样的。不要非但一打，问题来了。可是没我的看法，我想跟这兄弟其实是很对的。是、那个就是说三党都没有办法解开这个 riddle， 尤其新党了。我这边讲实在话，比如说我就没去过，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我一直都没去过啊，应该去，实在是应该去，当然应该去。但是呢，你去看看。你一去立刻戴帽子了哦，你的行程交代清楚，你到底去干什么哦，这个将来回来那也不得了了，那是中共代言人了。台湾这个政治的环境是不讲是非的，我们这几年吃尽了苦头。不过要回到你这个问题，讲实话哈，谁跟中共关系最密切？当然是国民党。为什么？你看看他的从中央委员到中常委有多少跟大陆上有利益的，连国民党的党营事业都要跟国防部合作。我还记得前次好像在越南吧，什么一起跟中共这个中资企业好像不知道干嘛，种香蕉什么，在越南我们农民还抗议啊，什么一大堆，都是他们在干嘛？他们自己干尽所有好处，都是自己这个捞在上，然后还要抹黑别人，就这样搞。是，那么刚才这个最近的这个像吴伯雄讲的这个所谓的中共的这个介入选举呢，那是不是到底这个调查局这个单位呢，有没有就掌握这些部分的资料呢？我觉得这个介入这两个字哦，很有学问哦。是，因为什么叫介入呢？你这个。看看我们台湾的报纸，这也算是介入啊。你可能过来这边看一看，听听我们的演讲政见，也算是介入啊。甚至你拿钱出来资助我们的候选人，这也是介入啊。但是每种介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是还没有调查局还没有掌握到说，真正说有中资那边人提出资金来支援我们候选人来当选。来竞选，我觉得真正的危险的是这种情况。其实他如果都愿意来看我们军队，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以 care 的事情。是，那样子也不算是介入，那怎么样才算介入就非常的。但廖正豪他的说法，他就说，可能有人过来看一看，有人过来谈一谈。OK，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要请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像政府像最近有人的所谓的这个白色恐怖的这样子一些手段，是为了国家安全的必要的手段，还是他是？作为一个打压异己的一个手段呢，我们先请这个。我觉得他是为了确保他自己，他怕自己政权垮了。是啊，因为这次的民意调查好几个单位做嘛，是。那么超过三成的民众都认为三党不过半非常可能，而且认为这国家是好的啊，这个比例非常高，而且非常快。从我们去年提出这个观念到现在一年的时间，已经风起云涌了。是。所以国民党这年底的选举很可能三党不过半。嗯。而且就算实际上达到。这个82席实质上也不过半的啊，因为他一半以上不来开会去做生意等等，所以他很紧张。他用这个时候他要做困兽之斗，他希望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把你新党把你打压下去。但是就像民进党开始被他打压一样，但是新党只要年底选举站起来了，我想他以后他也很难再用这一套。所以我觉得今年对我们俩当然是很辛苦，但是咬紧牙根会把这仗打好。是，谢谢。我个人是觉得，他如果说所谓这个新白色恐怖，像现在讲的什么中共介入台湾选举哦，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哦，他应该是不会用讲，他是真的去办了。那他会讲出来，那显然是他，我觉得他放空气的味道比较大。那放空气的味道，他其实主要就是蛮应和国民党所谓的安定牌啊，让大家能够觉得说，哎，我们要相信国民党的政权，然后支持国民党，然后这样中共就不会打过来。那这可能是为某一个党派去凝聚选票。是，是，嗯。首先关于介入的问题吧，我们不能说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法，就是说，刚刚这个这位先生说的，就是说谁介入的问题是吧？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校友外交算不算介入？算不算替某一个候选人造势是吧？实际上台湾的选举，据我所知道，日本、美国那是全面的调查研究做报告，专人来台湾的是吧？而且。长期以来所谓的党外受到美国方面的明显的或者暗地的那种支持打气鼓舞，所以这个是历史斑斑。那我怎么就特别对特某一方面的那个关切特别敏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所谓必要之恶吧，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时代已经改变了。你除非回到冷战的时期，除非回到这个在外国全力支持下，让台湾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一个基地的时代重新回来，重新展开一种就铁腕的这个非法的逮捕、非法的拷讯、非法的投狱那样的环境，要不然这个是已经没有用的。是。
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OK， 最重要的问题，我就觉得如何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让民族不再互相憎恨的对峙，啊，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这才是根本之途。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这么精辟的言论。那么各位观众，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别忘了再度收看我们麻辣新闻网，再会，拜拜。